灣區傳媒睇，全灣區都睇。歡迎收睇由粵港澳大灣區主流媒體聯合打造嘅節目《灣區傳媒睇》，我係梁學希，我係蘇盈文。每一集節目我哋都會由大灣區出發，帶你去走訪國家各個大大細細嘅城市，一起去發掘各個方面嘅資訊。今集廣為人知啦，同你去了解一下廣州點樣處理一啲棄置嘅年花年桔。灣區新里程就會同你去到中山，睇下當地係點樣吸引留學人才就業發展。鳥瞰神州，我哋一起飛到去杭州嚟一場梅花之約。不過首先，我哋而家就出發去南北快閃先啦。深圳国际综合物流枢纽项目是全国首批23个国家物流枢纽之一，目前项目二期已经全面开工建设，整体计划在2025年底前建成投入运营。深圳国际综合物流枢纽中心总建筑面积是85万平方米，是全国最大单体物流枢纽项目。按照划分产权、分层出让的方式，在传统铁路货站上兴建智慧物流园，打造全国单体规模最大的供铁水多式联运综合物流枢纽，功能多样性将显著增强。一期已经建成铁路集装箱作业线一速二线，依托专业的铁路设施、仓储设施和土地资源，开展铁路货运业务，开行中欧班列、海铁联运班列及国内铁路货运班列。翻夜校是打工仔自我增值的重要渠道之一，兼顾读夜校和照顾小朋友是一大难题。佛山市工人文化宫探索开展亲子夜校新模式，等打工仔可以带埋他们的小朋友一起上堂。首堂公益培训课总共有30多名学员，来自15个家庭，父母陪同子女一起学习书法，在学习的同时亦都增进家人的感情，培养共同的爱好和话题。家长都对这种的模式表示欢迎，除了书法、亲子羽毛球、亲子舞蹈等课程亦都陆续会开课，切实满足市民需求，提升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为了提升生产效能，不少企业都需要从国外引进生产设备。苏州海关以实际行动回应企业需求，优化生产设备进口通关流程，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有电子生产企业需要进口的设备体积大、批次多，不便实施查验，苏州海关就运用关长送政策上门企业问题清零机制，将原本需时一个月左右的进口报关手续压缩到10日左右，节省出来的时间为企业创造了约3000万产值。苏州海关介绍，接下来将继续跟踪企业整线设备进口情况，及时解决通关环节问题，帮助企业扩大产能，为辖区民营企业生产注入新动能。日前，重庆市永川区朱陀镇马道子村开展了春耕工作，当地村民正在农机技术人员的帮助之下，用拨苗播种机进行集中育秧作业，从放盆、铺土、播种、覆土到到秧盆输出，一气呵成。今年以嚟，永川区大力推广自动化流水线拨苗育秧新技术，从育种、出芽到秧苗移栽，实现全程机械化作业。拨苗育秧技术可以实现水稻育秧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有效降低劳动成本，提升水稻产量，促进水稻生产转型升级。日前，清远市清新区山塘镇的6000亩油菜花迎来最佳观赏期，层层起伏的油菜花悄然绽放，和美丽乡村相映成趣，如诗如画。游客走入金色的田野，踏青赏花，落享美好春光。山塘镇将油菜种植作为冬种绿肥的重点工作，在水稻收割前通过无人机散播绿肥种子，培肥地力，改良土壤，全力推进耕地品质提升工作，增加农作物产量，提高农产品品质，将冬闲田变为增收田，助力乡村振兴。
廣州開發區黃埔區日前召開了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大會，發布了2024年首批人工智能賦能新型工業化應用場景開放清單，人才高質量發展30条，助力黃埔新型工業化發展向更高水平邁進。在黄埔的工业产业结构中，先进制造业产值占比接近60%，科技创新能力位居全国开发区首位。今次发布的清单涵盖智能制造、智慧交通、智慧园区、智慧政务等九大领域50个场景，总投入超过10亿元。在大会上，多个产业领域的优秀企业受到表彰，各类企业深耕的领域有不同。但是对于传统工业企业而言，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探索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思路基本一致。科研院所、高校加深这个合作，提高公司的这个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的这个水平，碳的排放要减少，去应用新的这个绿色环保的材料，对环境更加友好，把这个成果转换到我们制造业，转换到我们的产品里面。实现新型工业化需要更精更专的技术人才，人才高质量发展三十条对大中小企业全覆盖支持，未来3年将引进30个杰出人才项目，新增300名高层次科技人才，奖励2000名产业紧缺人才。招进来还要培养他，还要留住他。这个30条呢，后半部分呢，着重的就是这个安居乐业、健康护航，然后呢，创造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氛围。另外呢，是上管老下管小，全面和务实接地气的这么一个政策嘛。广州开发区黄埔区提出力争到2027年，全区先进制造业产值占比达到65%，高技术制造产业值占比达到30%，去到2035年率先实现新型工业化。阿伊凡娜，之前過完年咧，嗰啲年花年桔咧，你會點樣處理嘅咧？嗱，我通常咧就會揾一個可以棄置嘅垃圾站嗰度抌低佢啦。咁不過有時都會諗點樣處理會更加環保一啲咧。咁你就要留意跟住落嚟呢一個消息啦。我哋就會去到廣州越秀區同白雲區嗰度，睇下廢棄年花年桔係點樣可以重新再利用咧。在越秀区东山街道这个收集点，环卫工人将花枝、花泥和花盆分门别类处理，将年桔摘下来用桶装好，拎去制酵素。清水、红糖、不要的年桔，材料很普通，街道分类指导员一边操作制作环保酵素，一边讲解。一半的，然后呢，这个糖呢，先把它放进去搞匀。先把它捏开了，把它拌匀了，发现就把它盖起来。盖起来过后，第一个月的每一个星期，它发酵的时候有胀气，就可能要这样松一下。发酵3个月过后就可以拿来用了。做完了过后，成功了过后就是这样子的，很清澈的。酵素勾兑之后，可以拿来淋花、洗衫同埋擦洗地板，去污渍的能力非常强。雨天嘛，广州我也对那个喷空气煤气味也没那么厉害。东山街道由8年前开始利用废弃年桔、蔬果等制作环保酵素，仲将制作秘方传授俾居民。我们建了1年，它是可以大概制作40桶酵素，年桔的回收率可以达到70%-80%。白云区石马桃花好有名，其实呢度仲有复种花卉，呢一片地就是专门攞嚟复种盘桃，已经种落了100几棵。花农表示，修剪枝叶、设计造型之后，年花才可以复种，仲要花更多嘅心机去照顾佢哋。啲根茎要慢慢开出来先啲，直噶嘛，原生响地嘅就快好多嘅，要淋水多啲，唔系复种嘅又唔使淋多水都得。同新種花卉一樣，復種的盤桃一年之後就會開花。花農就話：有市民每年都會將自己廢棄的盤桃送過嚟俾佢哋復種，然之後認住自己嗰幾棵花，一年之後重新買翻，連續3年每年如是。今年均和石馬桃花專業合作社復種盤桃160棵，數量睇起嚟並唔多，係因為唔係所有桃花都能夠復種。呢類型嘅話咧，其實佢就係放得嘅時間存放係比較長，而且佢呢種咧係木根嘅，復種嘅成活率咧係唔係太高嘅。部分唔可以復種嘅桃花，佢哋嘅花枝核會被製作成為首飾，廢棄花木會重新用作肥料。
嚟到三月份，一年一度嘅賞花季正式上線噶啦。咁喺線上旅遊平台亦都有最新發布咗踏青賞花出遊嘅趨勢嘅噃。咁啊顯示咧三月賞花熱度同比上升超過咗三倍啊。而廣州咧唔單止就係熱門嘅賞花地啦，同時亦都係春季賞花遊嘅第一大客源城市嚟嘅。今年賞花遊邊啲地方最熱門？由三月到四月，根據各地花期，雲南羅平、江西婺源、西藏林芝、江蘇舞石、湖北武漢同廣東廣州最熱門。另一例，花城廣州百花盛放，木棉花、杜鵑花、黃花風鈴木、櫻花、鬱金香爭奇鬥豔，雲台花園、寶墨園以及石門國家森林公園等景點賞花熱度高。數據顯示，近一週全國各地飛往廣州的旅客還比上週增長兩成。從賞花遊熱門客源地嚟睇，廣州人嘅熱情領跑全國，成為賞花出遊最踴躍人士。有市民打算去西藏賞花，覺得嗰度咧人哋話好清靜啊，嘛，有機會我哋都想去。如果係話咩話有火車專列啊，嘛，桃花節的一系列的活動，包括我們桃花節的開幕式、桃花的音樂節，我們林芝還有很多美食，包括我們著名的魯朗石鍋雞，我們的松茸。林芝桃花节期间，成千上万棵盛开的桃花将整个山谷装点成一片粉色花海，游客可以漫步在桃花丛当中感受春日气息。在期间，林芝还会举办多场的文化活动。除了一些常规线路之外，今年亦都是连续第十四年会做这个林芝桃花的一个包列的赏花游。市场呈现出长短结合的特点，五天以上的中长线的赏花游和三天以内的周边比较高频的中短途出游都受到了游客的青睐。旅游业界话，家庭游客是三月赏花游的主力，他们大多数会选一些两到三日的短途周边游，因此旅行社亦都会在行程当中加入亲子以及研学元素。低温天气令全国各地赏花期延长，目前正是赏花游高峰期。近日，珠海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联盟成立，并且设立了珠海首支专精特新母子基金。未来这个联盟将会通过基金平台和服务平台共同发力，助推粤港澳大湾区专精特新企业加速成长，生态加快成型。就是珠海专精特新企业高质量发展联盟由珠海基金三期产业投资基金联合投资机构、金融机构、专精特新企业、中介服务机构等共同发起成立。联盟下设两类基金加 N 类服务平台，而其中 N 类服务平台涵盖股权投资机构、金融机构、科研、运营及中介服务等多种类别机构，将会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对接平台、嫁接信息、赋能活动、企业提升等全流程、全周期服务。规模20亿元的珠海首支专精特新母基金将会为专精特新企业提供长期资本支持。规模10亿元的珠海首支专精特新直投基金将围绕新能源、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重点规划产业领域布局，提供资金活水、孵化、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企业。大家形成一种企业同圈、平台齐聚、产业共享的这么一个生态圈，用母基金的策略来进一步构建生态。母基金向珠海的专精特新企业提供直接融资资金的渠道和规模，来进一步的助力我们珠海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对于科创类的中小企业呢，我们现在推出了一个纯线上的一个产品，这个产品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额度可以去到3000万，线上申请、线上审批，然后随借随还，然后价格优惠。我们可以在这个快捷便捷的支持企业融资的情况下，又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建行是专门原创了技术流评价体系，我们可以更好来赋能企业，将企业的资产变成我们的资产，同时让它的技术流变成现金流。通过这个平台的这个搭建，给了我们一个全方位的这么一个服务，让科技插上了一个金融的翅膀，那企业呢更愿意投入到企业的研发方面，也有利于促进我们企业的发展壮大。截至2023年底，珠海已经累计诞生69间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126间省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日前2024年雁南龟桥精人才供需见面会在中山流创园嗰度举行了，而家我哋即刻带你去看看当日的情况啊！在中山流创园，来自长春理工大学中山研究院科技企业等30多个用人单位的招聘代表，带住满满的诚意迎候百名海龟博士到来。我们有三个任务，第一个就是科学研究，第二个是有硕士生博士生的培养任务，第三个呢就是有我们的科研成果的转化任务。对人才的渴求是非常显而易见的啊，也希望咱们中山有更多的这样的平台去接触和了解更多的具有这个工作意愿的人才，我们进到这个平台下一起发展。2024年雁南龟活动共组织了100多名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博士以上人才参加，超过30%博士毕业于史丹福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哈佛大学等 QS 世界排名前50名的著名学府，超过60%博士所学专业为航空航天、芯片半导体、生物医药、数据科学、工业 AI 等理工科类。去年呢，因为我在加拿大，然后由于天气的原因没有来成功，今年呢再次来到我们中山。长期战略角度讲的话，我们中山是处于一个大湾区的一个区域，我相信中山是会发展得更好，在今后希望将带一些优质的项目能落地在中山。对，在创业方面，我是环境工程，然后我来了第3次，其实还是觉得还是很多东西需要探索的，它应该可以包容更多的行业，比如环境行业等等。其实也有考虑项目落地或者跟企业对接这一方面，因为这里留创业嘛，就是让人有那个梦想可以创造出来的一个地方。现场还举行了西澳大学中国学联中山人才工作站及西澳大学中国学联中山社会实践中心揭牌仪式。当我们有一些海外留学生学成归来，他们无论是硕士博士也好，可以通过这个机构尽快熟悉本土，第二也能够最快第一时间能够说找到自己对口的专业，精准的捕捉到有需要的人才，能够找到他需要能够发挥所长的地方。近日新会海关正式启用新会盐田组合港通关模式。新会港咧就系继江门高新港、高沙港之后，江门关区嘅第3个开通大湾区组合港航线嘅港口，将会大幅提高呢一个港口嘅通关效率啦，同埋贸易便利化水平。日前，满载集装箱外贸货柜的明航006船从江门新会港明笛启航，搭乘驳船驶向珠江口东岸的深圳盐田港。这批货物已经在新会海关完成了报关查验，抵达深圳盐田港之后，将会直接搭上国际货轮扬帆出海，一改过去江门商品走出去要两地转关作业的传统模式，节省了物流成本、时间成本。此次组合港模式的开通啊，是一个利好消息，省去了原来江门的新会的货物去到盐田2次申报，每柜大概省下来几百块钱啊，降低了我们货主的成本。我们是一次一次报关，一次查验，一次放行，这种属地报关全程的通关啊，比原来大概要节省了几个小时。为促进组合港业务落地运行，此前新会海关多次召开政策宣讲会，开展业务研究对接，积极走访港口企业、货主企业和船务公司，推广大湾区组合港通关模式。在组合港模式下，江门新会港和深圳盐田港可通过关区货物数据共享，实现港口间信息互联互通，海关监管互认。下一步，新会海关将继续打造高效顺畅的通关环境，全力保障优质产品运达全球，助力外贸保稳提质。组合港又叫一港通，据统计，2023年以嚟，江门已经成功开通江门高新港、高沙港、新会港至深圳蛇口港、盐田港、广州南沙港的组合港航线5条。目前江门关区应用组合港模式出口货物3.66万标箱，惠及近1000家出口企业，出口货物物流时间平均缩短近3日，为企业节省物流等相关成本近1100万元。积极加强与广州、深圳海关的联系配合，协同地方商务部门，强化政策引导，推动新会鹤山开平
台山等地港口企业，加强与广州、深圳等大湾区枢纽港口的合作发展，进一步推动组合港、一港通物流新模式在江门口岸的扩大应用。搭长途火车的时候，不知道你又有没有留意过窗外的风景呢？往返于南宁和北京之间的 Z206 次和 Z205 次的普速列车上面，就有一位叫做邓娟娟的列车员，她就记述了沿途各地的风景，兼且自己手绘了一张列车美景时刻表，将沿途的特色景点和列车到达的时刻日日对应的。这张的时刻表得到了几百万网友的点赞、评论和转发，一起去看看。哎，慢点，往车厢里面走啊，注意脚下。往里面走，小朋友往里面走。里面。邓娟娟是一位火车乘务员，她所当值的 Z206 次列车由南宁站出发，终点是北京西站，全程2495公里，需要运行23小时48分钟。很多旅客在往返在自己回到自己岗位的同时，开始跟我们分享他们在老家过年的那种就是很多有趣的事情。这个旅客对我们的分享其实是添了一笔，让我们觉得就是工作不再是枯燥的。邓娟娟表示，她人生中第一次乘坐的火车就是 Z206 次。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我觉得很神奇，就是看到窗外的风景其实特别好看。最让我神奇的一个点就是火车穿过，居然是可以从那个山洞里面穿越出去，那种感觉在时空隧道里面穿梭的感觉。2019年大学毕业之后，邓娟娟应聘铁路单位成为一名列车乘务员，而她当值的列车正好就是从南宁至北京的 Z206 次。五年多以来，邓娟娟平均每个月往返北京5至6次，数百次的出发同相逢，2495公里的沿途风光成为了她如数家珍的收藏。你看，像我们南方的话，其实就是山清水秀，尤其是像我们广西这个地区，就是山很高很美，然后就是绿树成荫的感觉，就是绿油油的。基本上是出了湖南以后，就开始进入平原了，就一片就是望过去，就是无际的、无边的。北方有雪，南方是绿水青山，一年四季的所有的风景，就在这条线上2000多公里的路程就可以感受完了。细心的邓娟娟发现，不单止是她，很多旅客亦喜欢坐在车窗旁边看风景，还会不时问她什么时候经过长江，可不可以见到黄河啊。为了能够更加直观详细地向旅客介绍列车途经的景点，邓娟娟和同事专门绘制了列车美景时刻表，并上传上网。像我们在学校的话是学过画画的，然后一路沿途的风光的话我们都是烂熟于心，所以对于那个列车美景时刻表的话，我们对我来说是相对于简单的。在列车美景时刻表上，沿线景点活灵活现，路过时间和具体方位都突出标注，虽然画得还未是很精致，但是实用性非常之强，旅客都很喜欢。这个事情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就是给我们这个比较快节奏的生活啊，比较枯燥的这种长途的旅行，增加了一些乐趣，增加了一些，真是，就是闪光点。今年春运，邓娟娟画的列车美景时刻表在网上走红，得到很多网友的点赞转发。挺意外的，就是也蛮惊喜的，没有想到它会火。其实不管怎么样，我们只要用心用情去对待每一段旅途，每一段风景，我觉得它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在邓娟娟看来，列车不单止承载着旅客归家的心愿、远行的梦想，还传递着旅客对祖国大好河山的向往。而她不单止是一位的列车员，还是列车上的旅游响道，令到游客体验到旅途的温馨和有趣。其实有机会的话，还是想去更多的地方，然后见更多的风景，然后绘制出更多像我现在画的这一张美景时刻图，把它分享给我的家人和旅客们。
鳥瞰神州精彩在線，今日我哋同你去到杭州。日前杭州蕉山嘅梅花進入咗最佳嘅賞梅期，大片嘅梅樹沿住山坡蔓延開嚟，而朵朵嘅梅花就簇擁喺枝頭嗰度盛開，花瓣均勻向外舒展，喺微風中搖曳，令人賞心悅目。節目的最後，我們跟著鏡頭一起去賞花了。今集的灣區傳媒體時間夠了，我們下集再見，拜拜。